い、またしんのさい。这个旋律，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动起来。由日本 DJ Ginta 和音乐家 Odake 两人共同制作，武器到万洗脑旋律获得广大网友赞赏，只要音乐一下，现场瞬间变夜店。MV 7月1日上架，迅速掀起日韩的 TikTok 舞蹈风潮，不仅吸引了大量网友的热情参与，就连韩国偶像团体也纷纷加入挑战。女星跟着节奏比拼创意，这股热潮吹进台湾啦啦队。赞叹网友们的创意，你是否也被洗脑了呢？